是神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向他敬拜，来向他赞美。我们感谢神，这一周也依然的引导我们，也依然的带领我们。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敬拜赞美这位纯全美丽的主。
切盼望却要传扬主十字架的心。愿神今天在这里来差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愿意说神啊，求主你来差遣我，